Hello， 各位，如果你看到这部影片，代表哈勃攻略未完成，我们就先来个前情提要吧。然后通行证已经 OK 了，影片在右上角资讯卡可以先看。这次要感谢官方哦，提前拍了几个哈勃实战片段，其实蛮清楚的，玩家们可以大概了解整体是怎么运作。细节的话，我们再透过后续攻略告诉各位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欢迎点个赞，按个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本频道将为你带来游戏解说、攻略、日常影片，还有关注不定时更新的社群，除了让你更快上手游戏，以为你生活。真的热血。第一个很像斯凯开大的手势，往前推进一道水墙，这招是 CG 无畏浪潮。按左键可以向前推进水墙，看起来是自动往前可以穿墙。再按一次技能键停止，被击中的玩家将被缓速。那片段里碰到人好像有一个提示音，水墙就马上停止，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人自动停止，还是说他自己按的。这招在推点的时候应该很棒哦，加上视野是全部遮挡，至于可以多远、持续多久等等细节，后续再帮各位统整。下一个拿出一个像球的东西抛出去，马上形成一个圆形护盾，是 QG 防弹海湾。听到名字啊，就知道这是可以挡子弹的。左右键不同丢法，应该类似于 KO 闪光。球只要碰到地面就会直接形成。片段里也可以看到书法键射进来，代表 Light Up 还是能克制，不用担心。然后持续时间单从画面来计算约7秒钟，刚好是拆完一个包的时间，非常夸张，让我好奇它一回合可以使用几次了。再来，左手举起往前，不知道在比什么哦。原来是召唤水墙，是 EG 上古水墙，跟 QG 有点差别，这个是要自己控制的。左键沿着地面送出水流，长按的话可以转弯，右键则是停止。最后被击中的玩家将被缓速。简单的理解就是菲尼克斯的火墙，但又感觉不太一样。片段里，它是在石墙后直接远距离释放，而不是从自己脚下开始，所以可能小地图有可以操控的路线，像是维夫独墙。好奇的点是长度多长，持续多久，实际到底是怎么操控的？最后应该是个连招吧，一开始就是最初说到的 CG， 先送水墙出去，然后手搓一下，天空出现两道光束，是大招插技涌泉审判。按下左键在地面召唤一个泉池，范围内的敌人将受到连续攻击，被击中的玩家晕眩。哇塞，看到这边哈勃的 AOE 技能有点潮啊，这个连续攻击会不会扣血，还是单纯晕眩而已？而且从画面上来看也没有实际瞄点，不知道范围是怎么计算的，以及敌人容易闪掉吗？以上前情提要，这些都是官方资讯，基本上不会错，只是细节要再研究。攻略最快明天晚上就会有，这部算是第一时间快速的带各位了解一下。本来是不想出的啦，但攻略影片要演一天就得出一下，答应的最快速度还是得做到嘛。记住，想看通行证往资讯卡或者置顶留言都有。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是瓜子不用救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.